谢谢我们的小福娃和大漂亮哈，刚才这个红包抢的真是太过瘾了。接下来我是带着任务来的，跟两位说，接下来这个小品不管是从阵容还是内容都超级值得期待，所以接下来这个任务是什么呢？有请两位无论是颜值还是口才在 CBA 都数一数二的大帅哥充当一下我们的主持人啊，好不好？跟我们带一段串联怎么样？好不好但我问你啊，说实话，请说。那我要是说我把这主持人说完，今天以后你可能就没活干了。我这有点危机感了，是不是？那主持人聊他一看都给人录用我了，你到时候回家有危机感。但是我要向大漂亮学习一下，你好好学学，好好学学主持。金牛奋蹄会锦绣，同心共赢开门红。在这普天同庆的时刻，在这合家欢圆的日子里，我们相会在这里，把满满的喜悦和欢乐与家人一同分享。接下来请欣赏由贾冰、辣木、杨子、于洋共同带来的小品嗨老爸。